正中间的歌迷，正中间的歌迷哦，来，好，后面的歌迷我们都有看到，好，右边正前方 ，OK 了吗？不需要，我只是说你需要透个气吗？会不会太热？还好吗？还好，稍微若隐若现是不是？哎，来，今天热，没有办法啊，男生的。容易出汗，我们偶尔补，对不对？哈，我们有一点那个空气上面的流通 ，OK， 很重要。好，今天也是带着，有，右边还是左边？右边自然反应，自然反应，我真的觉得有点热。哦，对 ，Dino 来了，欢迎林雨欣，合体吗？这个是合体，又合体，抱一个，哦，来。好，来我们正中间绿色 T 恤这边。好，我们再往右边看，蝙蝠侠哈，还有白色 T 恤这边。好，再往右边呢？等一下，二位一起看一下我们的动态的时候，可以再抱一次吗？还是什么动作可以吗？有一个脱外套公主抱，乱套哇！哎，人家是有在练的，好不好？真的，哥哥有在练，哇，厉害！好，一起看前面。哎，对了，给你对不对？没有，你是公开吗？还是第一眼？我是先公开叫他唱科目三，然后好像在私讯说为什么你不回我啊？我好像也是公开问，然后公开有，对，所以然后后来我就。终于，因为最近流行那个回忆杀，然后我就唱了我们的歌。对，以前四个人一起唱，四个人一起的时候，然后tag他，然后想说你敢不敢就接唱？对，然后不准看歌词，因为我自己也有点忘词。你唱错了。对，我唱错，我还很有自信，想说没问题。对，然后后来他就回复了，对，然后我就觉得哎，好回忆杀，还是你要不要来看看我之类的，来合体。果然今天就回来，然后真的就是像梦一般，就又回到仿佛回到过去。没错，就是因为以前就是我是小师弟的时候，都是世安带着我嘛，所以就会觉得哎，好像这个东西都回来的感觉。然后他刚好有这个邀约，就想说那就来，特别要来站台一下，好，一定要来挺一挺。而且但是因为毕竟今天是一个友谊的身份，听说你们上一次两个人一起同台是为什么节目，是不是？对，去，然后还分队，综艺玩很大，对，是节目，去马来西亚，我们是不同队吧。不同，对啊，听说你们是，你还被我杀了，你忘了吗？我输了，哎，你被我杀了，你忘了吗？好，新生代会不会觉得有点有威胁性吗？我觉得还好。然后强木到阿垮，我觉得因为我们的属性其实不太一样，对，但是也是觉得有点衰，因为他们人多势众啊，我就一个人，对，但是谢谢我的歌迷们，让我今天也人多势众了，就是也很开心可以跟大家见面这样。这一度又要走心了吗？还好，这个还好，对。其实确诊之后真的有一点点的后遗症，然后就感觉比较容易喘，然后比较容易过敏，就是气候有一点变就会卡痰啊什么的，但最近已经慢慢的在恢复中了，所以希望可以赶快完全康复。